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赛前只差两支安打就能达成单季200安的 Lamego 桃园内野手林晨飞，今天在与富邦悍将三连战最后一场顺利敲出二安，并用满贯炮完成200安的纪录，更在他21岁生日当天缔造生涯里程碑，更是中职首位在生日击出满贯全垒打的球员。今天是林晨飞21岁生日，二局下手打席获得4坏球保送，上垒时脱帽感谢全场球迷祝福，四下敲出带有一分打点的右外野方向二垒安打，五下敲出满贯炮达成200安里程碑，这是他本季第二轰，也是生涯第二发满贯炮。林晨飞此役总计三打数二安打，灌进五分打点，另有一次保送，打击率上升至361%。林晨飞在21岁生日敲出满贯炮，记者称之取舍。林晨飞用满贯炮完成生涯第200安，记者称之取舍。Lamego 桃园林晨飞左生日开轰，记者称之取舍。Lamego 桃园林晨飞左生日开轰，回到休息区看到队友都坐着，露出尴尬笑容，记者称之取舍。今天是林晨飞21岁生日，球迷送上祝福，记者称之取舍。林晨飞第一打席遭保送，脱帽感谢全场球迷祝福，记者称之取舍。